告诉大家，我现在是千万富翁啊，不要玩玩啊，这两家啦，你挑人少的就对了。当你去掉后面三个零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好像就容易了，500、200、100、50、20、10。50块一件衣服啊 ，It's okay，I don't need it。我觉得多少合理啊 ？No， 不用了，你开这个价钱就算了。这个是猫屎吗？对，真的。哪一个猫屎？猫屎是猫大便出来的哦。对。你没有骗我，可以大便大这样多。骗你干什么？那个好贵了，100克呢，这个半公斤，110万卖你100万，半公斤。不要。不马上面对，欢迎大家来 Cookie 讲夜面。哎，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要教大家怎么换钱，在越南胡志明市呢，换钱大部分人都被广刚才，大家都会推荐这个地方，就是槟城市场。这个槟城市场呢，不是马来西亚槟城哦，是槟城市场的槟城啊。主要大家都推荐这两家，叫做 My Van 跟 Hamtam。Hamtam 呢，在 Google 的评价还有300多个人评价。太久没有出国了，然后有人民币啊，一大堆币种，然后想说来银楼的话，一次就把它换掉。那可是如果我换这个东西，大家又感觉不出来哦。所以呢，我就是各换100美金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差别是什么。Hi， can I change 100? 2,425,400 Okay. Okay, 100美金换242,500 Yes.1 million, very big. 425 for graduation. You are become. I'm millionaire. Yeah. 我们去对面家换，我个人觉得是差不多的啦。然后这家人就明显比较多，你就是看哪里有洞就去钻就对了，在哪里排队，他没有一个排队的地方。完坦的，哎，这里换的是242,300，两家基本上是几乎一样啊，差0.5%啊。那如果那边要排队很久，这边很快，是我的话，我就把我等下那些钱全部丢到这里来换。刚才是425，那423这里汇率更好，好那边一点点啊。然后可是这里没有什么人。结果他讲这个面额太小，他也不收。哎，大家都不想要收面额小的。告诉大家，我现在是千万富翁啊，不要玩玩啊。这两家啦，你挑人少的就对了，他们的汇率是一样的，几乎是一样的，所以挑人少的就可以。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那边这样多人在排，可能他们的金额很大吧。越南的交那个治安是有点差，我不敢拿在这里拿着千万这样子摇。我们。回酒店，顺便教大家怎样认识越南货币。Let's go！ 好，回到房间了。现在这里有点暗啊，大家不要介意。那胡志明因为比较危险，我觉得在外面给大家看这个货币也不太好。但是今天并不是同一天啊，今天是我在胡志明的最后一个晚上。就我觉得这样拍也好了，就是第一天跟最后一天，然后我还可以总结一下我看到了什么。然后现在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一个胡志明的钞票。胡志明是没有盾片，也是没有硬币的哦。这个是胡志明最大的钞票，这个是50万，第二大就是20万，然后就是10万，然后之后就是5万、2万、1万、5000，哎，好像不够放了，这边还有，哎，2000。1000，500，啊，500，据说还有一个200块，可是我就找不到200块啦。大家看这张图，叮。如果你用中文的方式来念这些，会觉得很别扭。在越南，其实我们是会用千，也就是英文数字 K 来做单位，基本上你就把后面三个零去掉。那我们出去买的时候会讲说，这个25块，啊，虽然我打 Grab 啊，就是25块、30块，可是它吃东西很贵耶。像之后大家会看到我去吃一个粉儿，就越南河粉，85块。我去吃鸡饭啊，这里最有名的鸡饭，有 cookie 的地方就有鸡饭嘛，啊，98块一碗。这里晚上的宵夜，路边的面摊啊，就是什么60块、70块一碗，真的很贵耶，跟我在网络上看到价格差很多。我就问了当地人，他讲说通货膨胀，
就过去三年涨了很多啊。对，我还吃一个法国面包，三四年前是29块，现在是59块，太夸张了。啊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你要怎么看啊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是去掉后面三个零，这个就是500块、200块、100块、50块、20块、10块、5块、2块、1块、5毛。其实这个是很难找到的，这个基本上很难用得到。那当你去掉后面三个零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好像就容易了，500、200、100、50、20、10。可是啊，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啊，是这两个颜色很像，我常常10块跟100块会弄错啊，都是胡志明爷爷，旁边都是胡志明爷爷。带大家去槟城市场看一看，越南和马来西亚有点像，马来西亚有槟城。胡志明有槟城，马来西亚有新山，越南也有新山机场啊。马来西亚有一个地方叫沙巴，越南有一个地方叫沙巴，反正关系还蛮近的。那带大家去槟城广场看看，不然这集有点干。OK，Let's go。我们回到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两个换钱的地方，还是很奇怪，一样的汇率，是那边很多人，那边没有人，我也不明白。在很久以前，就疫情以前啊。这里晚上都是一个夜市，一大堆东西可以吃嘛，然后一个什么 market， 然后现在全部都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。所以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做功课啊，就是看到都是2019年以前的这些讯息，后来发现，我这次来的胡志明跟我在网络上看到的，在 YouTube 看到的完全不太一样。我这次未来胡志明至少看了150个以上的影片在 YouTube 上面，而且有很多是越南文。槟城市场我有稍微走过一次啊，然后我觉得这里很多都是盗版的东西啊。就如果你门口一进来的这一边，就右手边呢，是卖衣服卖鞋子的，然后左手边我还没有走过。然后像我这种不适合杀价的人啊，很不适合这里。这里呢其实就和柬埔寨的那个中央市场啊、俄罗斯市场很像，所以我觉得来走走逛逛就好。我觉得住在这里附近的好处就是，你没有来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，然后你来走个20分钟就觉得哦 OK 走过了。吃饭，然后这边过去呢全部都是卖盗版的，跟马来西亚起熊街啊这些都是很像的，所以我也不会想进去买。还有 Gucci 哦 It's OK OK， 买一点越南的。How much one? How many units? One. Only one. Not for quality. XL. How much? 50 dong. Double it down. I think I misunderstanding.Very quiet 了 ，I don't say expensive。50块一件衣服啊，它这个 quality。It's okay, I don't need it. 多少可以啊 ？No， 不用了，你开这个价钱就算了。50块马币一件 T 恤，他跟我开玩笑啊！我连杀价都懒得跟他杀，我是觉得他很热情才跟他。算了。很特别，他们这些还有低漏的东西，你们可以自己买。如果喜欢咖啡，可以自己买。No, I don't need. Thank you. 嗨。这里的最左边啊，右边的话是卖衣服那些嘛，盗版的东西，然后左边就这些比较生活类的东西。我还没有买磁铁，去每个国家都要买磁铁。This Magnum? You want a magnet, sir? Magnum? Ah, Magnum. 哦，这个容易坏，这个是吸力不定好。Like this one on the rubber, no break. 啊，不用这样。OK. This two, how much?$200 OK， 这个才是正常价嘛，200块。我有在想我要不要买咖啡，因为我姐姐很喜欢喝咖啡，可是我担心越南咖啡她会不习惯。我有两种，卢瓦越南中，那什么？卢瓦的好香，卢瓦的不要啊，猫屎。
这个是猫屎吗？对，真的。哪一个猫屎？那个。猫屎这样便宜？一号、两号。哦，两个都是猫屎啊。对了，猫屎是猫大便出来的哦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没有骗我，可以大便大这样多。骗你干什么？那个好贵了。那一百克呢？这个半公斤，110万卖你100万，半公斤。不要，这个半公斤啊。对。100万啊。对，鸡舌，便宜你鸡舌，还有给我一张50万，我卖你这个。70万啊。对。便宜你30%了，送给你的肉，还有买什么？没有了，没有钱了，真的没有钱了，没有钱了，够力了。谢谢啊，谢谢啦。啊，来这里花了100多万啊。好了，赶快离开这里，这是要送给我姐姐的礼物啊。咖啡吗？不用。好，那赶快离开，赶快离开。咖啡吗？不要，已经有了。Thank you。买什么？不用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，然后 No thanks， 这里还有他们的春卷啊什么之类，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里为止，喜欢这个影片在 YouTube 看到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，在 Facebook 看到帮分享出去，那之后还会有很多越南的影片，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越南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之后才会得到最新的通知啊，要打开小铃铛哦。 OK，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 boom。